连上千余震还没完吗？西部断层是否也藏危机？它就是说这边整个动了以后，那西部的活断层开始活跃。住家成危楼，震后房屋如何自我检测？柱子有 X 型的裂缝，我会建议大家暂时不要进来。所以全球地震风险大解析，周六晚间11:56频道提问点。